外信唔过嗰个方 Sir 啫，我觉得佢咧净系想你帮佢破案。而家趁件事未张扬，咪应酬下佢先咯。佢收到封信嘅，系以前绑咗佢嘅女嘅绑匪写俾佢嘅信啊。当年佢冇撕票啊，点解到今时今日 Tansy 仲未翻嚟嘅？我觉得你个女 Tansy 仲未死。